花博园开园首日，八方来客尽享花岛芬芳。 各位观众，晚上好！今天是2021年5月21号，星期五，也是第10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开幕的日子。我是格格，欢迎收看《崇明见闻》。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：花开中国梦，绽放新时代。第10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幕。